着拖把仔细擦拭，就连高处都不能放过。基隆仁爱市场曾经有确诊摊商在这里营业，社长也宣布从九号晚上开始休市。本来说熟的不卖，专门卖生的，可是现在连生的都不能卖啊！这个是疫情的关系，没有办法了。另外，成功市场一片空荡荡，门口摆放大大的牌子，写着营业时间已过，正在管制中。基隆市府九号公布新增10例确诊，其中2例是北市确诊者的接触者，喜盛诊所1例，照护中心1例，家庭群聚1例，而成功市场就占了一半，有5例确诊。5例确诊个案里，案11767跟案11768都是50多岁女性，分别是鸡肉摊商跟猪肉摊商 ，PCR 采检阳性确诊。案1176940多岁女性是猪肉摊商，在成功市场跟仁爱市场都有营业，同样采检阳性。案1177050多岁女性是鸡肉摊商，先前快筛阴性，这是全面采检 PCR 阳性，已经收治在医院。而案11771是60多岁的男性，是水产摊商，前次 PCR 采检阴性，这是专案阳性确诊。摊商5人里头就有4人没有症状，目前都还在疫调当中。市府也紧急宣布成功市场收市时间拉长，直到6月23号。仁爱市场则从9号晚上6点起全面消毒后收市到6月24号0时，摊商也得要全面的 PCR 采检。而目前基隆市针对成功市场跟仁爱市场会做重点式的广筛。现在在基隆的传统市场里，生鲜肉品摊商通通都要遵守双套一罩，除了口罩还要戴面罩跟手套。实施的第一天，大多摊商都愿意配合。至于周边的摊贩哦，配合度不高啊。其实现在是在防疫的重点的时刻，你没有办法配合，我们就会要求你停业。零售商先前就再三强调，传统市场是他最忧心的部分，这回一次新增5人，而且都是生鲜摊商，真的不敢松懈。知道这阵子摊商日子都不好过，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配合。 TVBS 新闻刘欣奎、加麦基隆创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新闻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也请下载 TVBS 新闻 APP，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。